一台14年前的老车，奔驰老 S。W221 的外观和内饰早已过时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要把它整车翻新升级成新款 W222， 你敢相信吗？从浙江拖车500多公里到南昌，20天的时间翻新升级，最后的效果肯定惊艳到你，快来看看吧。喜欢的老铁记得点个关注再走哦。